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郭美珠哈。那我来到这个海滨社区哈，来教这些老人家哈。这些老人家呢，他们都年纪非常大了哈，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。那他们呢，都真的身体保养得非常好，然后呢也非常好有精神来学习哈。那我是教他们绘画，就是以生活的那个周边的哈，像花啦、动物哈，下去画的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画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喽。兔子啊，对啦，因为明年的生肖是什么？兔子啊，对啦，兔年对嘛？嘿，兔年哈，啊有欢喜哦，欢喜要过年无？有啊，有哈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哇，你看哈，这老大人哈，你看画好了后哈。五彩缤纷吼，各张都人人吼，唔是电脑建的啦吼，拢因家己画啦吼。有够水！来，咱来一张来访问好啊。来，请问，这个是？啊，这个阿公啊啦，这个阿公啊。你安怎画哈？你安怎画？啊，对，那是安尼画啊，然后照安尼，啊，看下安尼。看人画啊，自己黑白心，你看，阿公啊，讲伊家己黑白心吼，都擦到这样五彩啦，吼。再来，这张嘞，这倒一个，这阿嬷啦，吼。请问你吼，你这张的想法是啥物？我看你吼，兔子怎么也会喜欢花？这只吼，伊咧偏迄个花对无？啊，敢那人有哦，咱也爱花的时阵吼，我着禁不住去甲偏一个对无？啊，真牛呢，伊阁有伊的想法呢。阁继续吼，这个谁嘞？阿张啊，阿嬷啦。请问你，你今仔吼画真多呢？吼，你的想法是啥物？我想法是讲，画较多，看会较水，嘛是画水。有花呢，有菜头啊呢，嘛有蝴蝶，嘛有个啥？芳吼，一只芳啦吼。哇，真牛吼！伊当啊吼，树干啊，画到遐。其实吼，伊要表达的吼，就是这个环境吼，就是这两只兔有真好的环境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搁继续。这张，敢那有袂歹哦。来，请问这是啥物人诶？李江湖诶。刚好啊，阿公啦吼。来，咱我来请问你，这张你咧画成想法是啥物？你的想法是啥物？这张树啊是啥物哈？我感觉真水呢。我就是讲啊，从树到遐画到遐。嘿。嘿。你擦起你画到遐快水袂啊？你擦起有满意哦？有啦吼。有啦。你这草啊吼，真按摩，真绿吼，真按摩吼。来，咱搁来继续。这张遐一到来啦吼，我用家问看卖吼，看伊有法度讲无？请问你，你画啥物？嘿，为什么？改装 B 站。赞哈，伊袂晓讲话吼，伊吼一直拢缀，虽然袂晓讲话，嘛听无哦，一直话吼，拢教遮个人做伙哦，真赞哦，吼，有影有够古锥个吼，过来来来，咱搁继续，这是啥物人诶？这迄个左准啦吼，孙来吼，请问你吼，你去今仔画起来时，感觉你是咧画有迄个想法无？我就是看，就喜欢画安怎，就感情侪侪就好。伊爱清气，整整齐齐就好啊啦吼。有啦，一看也真清气啦吼，整齐啦吼。过来，这张什么人诶？我诶。你阿静英啊阿嬷啦吼。我请问你吼，你咧画诶时阵吼，迄个不管笔法吼，还是手啊，还是咧食迄个做啥红菜头啊，你诶想法是啥物？两家出去郊游啊，出去郊游哟，袂歹嘞，大家拢有家己的想法咯，吼。虽然老师教讲画图啊，吼，结果画起来吼，大家都无同。来，咱过来看一张，这张谁的？我的。别个啊，阿嬷啦。我请问你吼，你两只兔啊吼，伫遐咧食红萝卜吼，只蝴蝶吼，特别五彩色嘞，我会使知影你的想法无？我想画安尼吼。无，迄个迄只兔仔啦，则甲画吼，安尼开开，安尼飞，安尼飞飞来，飞来要歇啦。嘿，哪把歇的？你讲哪哪歇？哪歇听有无？哪歇是啥物？人迄网络有个人唔知影，
迄什么？鸟啊，我用到最高的。鹰啊！鹰啊！咱网友听有啦吼，拉休就是鹰啦，老鹰啦。来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个？阿鸡。啊，阿鸡啊啦吼，阿鸡啊，你看伊一只吼，因为吼，伊今仔才来画，啊，所以吼，匆匆忙忙吼，啊，直直赶吼，啊，不过咧，伊的树啊画啊真水哦。阿基阿妈，我请问你吼，你迄丛树我奈画啊水哈？我也知啊，都学袂个画个。哎，丛树啊，恁兜敢有种？阮兜种正多树，无即款个。哦，无即款个吼，哇，安尼真水。我袂阿加画着足水，来，咱来看伊个树啊吼，会真正哦，伊个树许画有够水个哦，吼，嘿，特别水吼。好，来，咱搁来看即个，即个谁嘞？啊，丹桂阿妈啦，对无？啊，我问你吼，这两只兔吼，一只特别肥哦。啊，你是用啥好食？红菜头食较多，食啥物较多？红菜头食较水，较肥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哎，食果子吼，咱搁看一面。哦，这只是不是特别较肥？哎有嘞，哎网友讲对啦。哈哈！哈哈！哦，过来，咱过来看。啊，这个啊，红心阿妈对吧？哎，你看到，刚画一只尔，啊，你就知影。画一只就是今仔日来尔，啊，我有讲过吼，红心阿妈吼，伊枕头拢足疼，吼，啊伊吼，你知影伊的精神吼是伫逐个人来学哦，伊枕头疼，咱讲起来是袂话嘛，对无？啊伊照常来哦，啊着看到一边吼，所以你看到伊的图吼，是吼，安尼疼听话哦，咱吼网友会记得吼，拢该按赞哦，好，咱讲起来，逐边拢真水哦，逐边拢真水，咱来看吼。逐张拢水当当哦吼，遮拢是阿公阿嬷所画的吼，而且因的年纪吼拢足侪哦吼，你吼，来咱继续吼，来，咱今仔画兔啊，有欢喜无？有啦吼，啊，麻烦遮咱这个网友吼，啊，会记得啦吼，你若看到吼，啊，分享给朋友，啊，讲咱遮的老伙仔吼，人嘛发多画图，搁安尼吼，啊，拢来做一个宣传吼，啊吼，啊，搁吼为家己加油啦吼。因为咱有一句话嘛，吃到老，对不？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哈！哎，咱伟刚，咱家己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拍赞啦！会记得哦，会记得，咱爱订阅哦，感恩哦，感谢。